我要种一个大西瓜，浪费人民纳税钱。你怎么种得起来？不可能。我请到了国际间的种瓜专家伊藤瓜瓜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种出最好的大西瓜。种个大西瓜，你怎么不种香蕉芭乐呢？这种烂东西种好了我也不要啊。大西瓜就快要种好了，捐给国家吧。我年纪大了，种不动了，就交给你吧。好了，毕竟种出来对大家都好，我会考虑的。太好了，地瓜出来了，都是我们的功劳啊。是啊，想当初如果不是我大力支持，现在哪里会有这个西瓜呀。快办个盛大的典礼，邀大家一起来。哎呦，长官好，坐坐。哎呦，大老板您坐坐。我是园艺圈的大前辈，有没有位置坐啊？位置都满了，你先站一下，典礼要开始了，安静点，懂不懂礼貌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西瓜，想当初这个西瓜也是在我大力推动跟支持之下，我们为这个西瓜付出了很大努力。还要讲多久啊？我年纪大要站多久啊？还有英文翻译哦。 I have water, I have melon. Oh, my credit. 一个半小时啦。感谢长官的支持，典礼结束。伊藤呱呱怎么没上台？他婉拒上台啊，根本没邀我，我怎么婉拒？哎，长官都是种到的，他会收割。你看看这些人真过分，誓词收割，烦死了。你以前当官不也是一样？前辈，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你也一样。我哪里会誓词讲不完，我讲话最简洁有力了好吗？哦，你们年轻人哦，真是不懂什么叫做敬老尊贤哦。老板，这位是国际间知名的种西瓜大师，他愿意帮我们种西瓜。你好，其实还有很多要学习哦。种西瓜呀，哎，大师，其实我以前呢也种过南瓜，都很像嘛。种瓜的时候撒网最重要，要把那个瓜从海里面捞出来，那需要相当的技巧。当然没有大师你那么厉害啦，但你看我这还多少算有点天分吧，大师。是啊是啊，太好了，老板，我研究做出来了，很高兴，在我的指导下，也不枉费我一番教导的苦心呢。我们就联合发表吧。卧槽，你好像根本没有参与啊。这年头各行各业老板收割的还少吗？还有大家讨厌的另一件事情，好热啊，为什么每次运动会跟招会都有一堆长官在讲话？哇，今年的金钟奖要开始了，那我们先欢迎长官致辞。我只讲一点点。你以为讲越久大家越喜欢你吗？错，讲越久越不投给你。我是颁奖人哦，今年几个得奖的人呢都是我的好朋友。讲那么久又不好笑，主角是得奖人好吗？漠视专业，收割酬劳，我们都讨厌这种事，也期许我们不要变成这种人。我刚刚是不是变成这种人了？我是远山，因此你把气取消，才挂的为国为民，宅宝宝为国为岛，最讨厌长官致辞收割的中华